Hello，大家，我们刚从他的生日 party 上回来，然后今天呢，他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礼物，所以今天就想跟你们一起拍点不一样的，就是拍他的一个开箱，就是他的一个拆礼物的开箱。正好 Love Every 我们印象里最后的一个箱子就是4岁的一个箱子，其实已经到了有一段时间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拆，今天就换着他的生日礼物一起拆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拆啦。我先拆这个，先拆那个啊，好。这是谁给你的呀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那是伊比，是 Josie 给你的。我们打开看看。哇！哇哦！哦，他给你画的画。哇，他画的4岁的生日蛋糕，还有这个的生日蛋糕，好可爱呀！他给你画了好多画呀，一本书，好多好多的小猴子。是一本书，Josie 给了你一本书，还给你画了一些画呢。拆下一个吧。拆这个吧。嗯，这是我的。这是看看上面写的谁？上面写着 Evie，best friend。哦，在这里。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公主的书，这个是谁给的？看看，这个是 Teddy，上面写着 Happy Birthday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拼图。拼图，给你，我拆下一个，这个是。这个是干妈妈给的，这是干妈妈送的一个跳舞毯。就不知道什么叫跳舞毯，我没有跳舞毯。你没有跳舞毯，对，你没有跳舞毯，跳舞毯可以跳舞，就是像这样，上面有音乐，你可以踩在上面跟着一起跳舞。啊，这个还有这个，嗯，还有啥？还有这些，这些是谁？这个是姥姥和姥爷给的，这个是爷爷奶奶给的。那拆开这个，你要拆开这个。这奥利对呀、啊，看到乐高眼睛都亮了是吗？耶！啊，好吃！我先放到旁边了。这个看看，那是谁给的？你别看这个。哎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是这个袋子吗？是的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 Arlo 吗？是 Arlo 吗？不是，应该是 Arlo A R L O。哦，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哇耶！这是印章，还有画本，是 Andrew 给的。这个卡片好漂亮啊！好可你看，Eva Happy Birthday！哇，这个贺卡好漂亮。这什么东西啊？baby，哦，是一个 baby，他还穿了一个芭蕾裙，是不是啊？是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都不是。都不是啊，那我先放旁边了，你接着拆吧。哦，还是我放我这吧。什么那个纸啊？你觉得纸漂亮是不是？哎，这本书你是不是有了？但是里面还有个东西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是米娅，她给你画了一个 four，Eva four。哦，又是一本书，这是纸，这谁给你画的？不记得。我看看。这个名儿，哦，乐高，哦，最后一个乐高，又是一个乐高，我好开心呀！发现我乐高了，你就喜欢乐高是吗？嗯，也是这个乐高，他超喜欢乐高。这个他袋子空了是吗？嗯，空了。这个是谁？哎，这个上面没有写名字，没有写，看看。
哎，没有写名字。小美人鱼的桌游，回头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下。两个到六个人一起玩的，桌游。这个是谁给我的？太多了。啊，太多了！你今年的礼物好多呀。这什么？这是，哎，这还有一张卡片。这个卡片是，我实在有点认不出这到底是，下面这是什么名字？啊，这也是一套桌游。来，这个。刚拆行李箱的时候，正好电池没有电了，没有录进去。这个是姥姥姥爷给你买的，这样你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把你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了。小空间可以用来装东西的。哦，这个不要，这个扔掉，这个很危险。喜欢呀。爸爸，这个拆了。好，这是四六四七四八，这三个月的，应该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箱子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针，对吗？啊，你看它有这种缝线的，他们在学校里面也会做这种缝的，这种 work。小朋友的好粗好粗的针。这个大圆盘里面还有一些小的配件，应该就是一个 puzzle， 就是这样的一个 puzzle 啊。你看这个小碗，这个、小碗上面写四分之一。三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就是引入数的概念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很好奇啊。这个是一个 sensory box， 就是你可以进去摸东西，然后进行 match， 两个可能两个手放在一起。看，这就是不同材质的，有一些这个样子的，木质的，有金属的，就把它都放到这里面，然后可以两只手同时放进去，这样进行 match。去抓同样的，就是摸上去同样质感的东西，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啊。好，这就是他这次过生日收到的礼物，顺带着还有一个 Love Every 的开箱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那你把它放在上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对照着这上面，然后去调整这些小船。你看黄色的小船在这儿，对不对？黄色的小船在这里，然后蓝色的小船在这儿。锻炼他的观察能力，做一个这种配对啊、匹配啊这种。来带你们看一下他的乐高世界，有点乱啊。这边一个 Elsa 的城堡，这边还有两个城堡，然后下面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里有一个没有拼完的 Moana 的船，然后今天又多了两套乐高，还有这个。对呀，他真的超爱乐高。除了这个 Elsa 的这个城堡是我和他还有就是他爸爸，我们三个合起伙来一起拼的，他大概参与能有40%，剩下的这些基本上有80%-90%吧，都是他自己拼的。哦，八，这是六，是大孩子。嗯，大孩子，你拼这个没有问题。我是几岁？我是四岁了吧？对呀，你四岁了呀。那我还有几岁呀？还有几岁呀？你还有几岁？